还是小便，小便还要我教你们呢。 因为我们办学校没有特色，那我有个建议，你们学校有这么多的小阿妹，小乔振鹏办个合唱团去参加比赛拿到冠军，马上就是我们的特色了嘛。我是可以负责伴奏的部分，那指挥要怎么办？大步走，一二，预备，唱。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？很好。 你真的适合上台的指挥吗？不行吧。你连五线谱都看不懂，你要怎么带小朋友啊？说真的，我觉得三个月的时间，他们不太适合。这个我知道，我不知道我做的会怎么样，可是我已经很清楚知道，如果我不做的话会怎么样。 声音又跟他们不一样，为什么不一样就是错的。不能只唱歌，音或许会不准，但是会有一起不准的好听。三个月前，你们可以想象他们现在的声音吗？我觉得很有机会。